春晓春雨春风为谁浓，琴弦素手声声只应难逢，少年梦在心中。高山流水匆匆远人行，霸王卸甲铮铮儿女情，戎狄风管严征袖手玲珑，请君侧耳听，万里飘风这天地和你，真真如梦，花破长空，发出这悲绪，灿烂彩有请节目主持人郭磊。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可爱的青春乐手。聆听盛世国乐，奏响青春乐章。欢迎大家收看由国乐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创新性中国经典音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第三季。国乐酒经挚友国乐大典携手国乐酒，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磊。
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场的乐曲，就是由吴彤老师携手几位巡阅人老师为我们国乐大典第三季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天籁和鸣》。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的舞台公演，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几位老师好不好？辛苦了，谢谢你们精彩的演绎。我们国乐大典历时三年不断的前行，而吴彤老师呢也是我们一路的并肩前行的好战友。今年第三季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不一样的感触？个人作为召集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心里比较着急，是召集人不是召集人我看到年轻的乐手们这一路走来那种拼劲儿、那种闯劲儿，让我真的感受到了国乐的那种希望、朝气，那种传承的生命力，真的。但是老实讲，说这感受，我倒想问问几位巡乐人，我知道大家好像都还准备了一个关键词，对我们第三季的国乐大典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从陈老师来一下好不好？先说一下。哎呀，这个吴彤老师的主持真的是口若悬河，娓娓道来，第一个就点到我。可以说关键词呢还真是有一个，这个关键词呢就是永不言弃。虽然说我是国乐大典的老朋友了，我对国乐大典呢应该是拿捏的比较稳的，但是这一季我呢输的呀比赢的要多，战队的人数呢也越来的越少，只有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不得了，越战越勇，这个队伍就叫三脚猫战队，不放弃就是赢了。哎呀，刚才陈金说他在武当是老朋友，你没我老我呢应该是跟国乐大典共同成长共同成就，这三年我是一场不落。在这一季观众也给我了一些网红的爱称，当然今天我对孩子们说啊，这一季你们比我红，所以我的关键的词儿，你们比我红，给你们点赞。我的关键词呢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与其说这是一次冲冠之旅，不如说这是几位年轻的国乐手走出校园之后的第一堂课，我们一起重塑了观众们对于学院派的认知，更是刷新了青春国乐的新的体验。唐老师真的是亲力亲为，不单跟着排练从头到尾，完了以后还得请吃饭。谢谢各位的分享，三个月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创新，年轻的力量让国乐成为了当代的潮流。很荣幸能够参与和大家一路走来，相聚在今晚巅峰之夜的舞台。国乐大典历时三年不断的升级，也一直从音乐垂直领域出发，去阐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还有我们的文化精粹。那么今天我们的巅峰之夜不仅仅是国乐大典三年的节目传承，同时呢也是本季节目一个非常圆满的收官之作，更是国乐传承的一次新的启程。今天晚上不仅我们本季的八强战队回到了舞台上，人气乐手也回到了巅峰之夜的舞台上，他们将要携手各位的巡阅人老师和跨界艺术家，为我们开启一段新的青春华章。李响，中国全满贯青年舞蹈家，曾获得桃李杯、中国舞蹈荷花奖等重大赛事金奖。大家好，我是李响，一直有关注国乐大典这档节目，也特别希望能和各位青春乐手合作。今晚是巅峰之夜，也很高兴受到节目组的邀请，和张爽快战队一起合作表演，希望通过中国舞和国乐的融合，能迸发出不错的火花，将传统文化书写得更加极致。接下来有请张爽快战队与中国全满贯青年舞蹈家李响为我们带来卧虎藏龙。
王帅，青年热瓦普演奏家阿里木江阿布利兹，青年艾杰克演奏家伊卜拉伊木巴拉提，青年打击乐演奏家。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帅，作为国乐大典第一季五色风乐团的成员，很高兴能见证国乐大典走过了三季。今晚呢是巅峰之夜，这是我们民乐人也是传统文化的盛世，我们将携手真漂亮战队为大家展现充满民族特色的表演，请大家拭目以待。据梅派传承人，代表作品《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大家好，我是京剧梅派青衣胡文阁，作为第一季的特邀嘉宾，很高兴一路见证国乐大典走过了三季。今晚我来到了第三季收官之作巅峰之夜，我将和青衣戎马战队来一次跨界。Thank you.
谢谢胡文阁老师和青衣戎马战队，国乐和国粹的结合真是相得益彰，让我们回味无穷。但是在我们国乐大典的舞台上，有的不仅仅是融合，我们还会顺着历史的脉络一路的深挖，让许多古老的民族乐器重获新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艺人制作团队的赵贝老师带领优秀的乐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这段别开生面的乐器秀，国乐金戈铁马，有请。谢谢各位热情的表演。
本季的国乐大典以国乐正青春开篇，用青春正能量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今天晚上除了本季的八强战队之外，所有在这个舞台上曾经闪耀过光芒的人气乐手全都回到了巅峰之夜的舞台上。接下来呢，他们将携手巡乐人霍尊老师，从广东音乐出发，为我们送上美好生活的祝福。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生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空闲，数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生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此际怕再追，偏偏此生想见你。
日子天赐谢谢谢谢傅尊老师和人气乐手们精彩的表演。国乐大典第三季一路走来，要特别感谢上海敦煌民族乐器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来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新艺民族室内乐团也带来了特别表演敦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用多元融合的方式展示了国乐传承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个舞台的创造力除了有赖于演奏家们在台上的绽放之外，也离不开所有幕后工作人员的心血和努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国乐召集人吴彤老师带领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团队走向台前，向我们展示他们的音乐才华。掌声有请烽火扬州路。江湖江前，天雄不扑灭。
谢谢吴彤老师，谢谢我们幕后的音乐人制作团队，好不好听？好，过不过瘾？过瘾。同时，我们要向台前幕后每一位的工作人员再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国乐大典第三季的冠亚季军乐团马上就要登场亮相了，他们的徐玉仁老师有话要对大家说，有请。大家好。一起来回顾三脚猫战队的国乐之旅。这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也是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三个极具个性的灵魂，打破偏见，同生共济。他们是这个舞台上人数最少的战队。人员配置上它确实存在一个劣势，但是我们觉得音乐的这个魂我们不能因为人少就丢掉，却总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人虽少，但是心里的这种澎湃一点都不少。我感受到你们发自内心的对音乐的那种爱，我真的非常感动。当陕北大地的老腔遇上摇滚，当八十年代的流行金曲邂逅民乐，他们用音乐诉说着不期而遇、惺惺相惜的故事。我们也希望留下一些竞争以外的东西，就很多的心情啊，就一下子被触动。他们是站在聚光灯下的追光少年，自己也终成为了一道最耀眼的光芒。恭喜三脚猫战队，你们成了季军战队。他们是民乐道路的探险家，他们是三脚猫战队。
弹幕是有趣灵魂的呐喊，我们最亮不带伴奏，是情感共鸣的呼唤，正如来自不同领域青春力量的弹幕战队，回锅肉嘛，就是越炒越香嘛。我一直都想要用唢呐给大家带来快乐。个性鲜明，打破多元界限，他们以乐律作潮，编织热爱。这个应该是第三季国乐大典组队以后唯一的一支没有伴奏音乐的现场表演。用摇滚京剧创造跨时代的国潮魅力，他们以赤子之心逆流而上，用不插电完美发声，超然诠释民乐本质。我想呢，这样的音乐只有你们才可以演绎的这么到位。恭喜弹幕战队以193票成为第三季国乐大典的季军，恭喜！以青春之名返璞归真，他们是民乐先锋势力，他们是弹幕战队。他们择一世终一生。我叫轩科。我是乔建中。我是陆翠林。我是安子硕。我是崔迪人蒋国基。我叫胡杰石，竟然不大不小就是谁。我是李珍贵，我演奏中国民族打击乐已经有60年了。我已经从事音乐工作70年了，去这次90年了。17岁的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在为民族音乐事业奋斗。我14岁开始学习古乐，打了75年鼓，一辈子什么也没干，就干那个马头琴3个字。前半生打磨了岁月，后半生惊艳了时光，用一辈子诠释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音乐呢，要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欣赏习惯。我们搞创作的人呢，一定要旋律要非常好听，非常优美。我们的国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蕴藏丰富，多姿多彩。他们醉心艺术，孜孜以求，用音符穿越历史的长河，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与血脉。我们的国乐是古老的，我们的国乐也是年轻的，在受到20世纪现代文化的洗礼之后，它变得富有生气，充满了创造精神。国乐匠人们，先固本，后开心。作为年轻人，对文化的传承要有一份责任，要有一份使命。年轻人对自己的不满足永远一种追求，就有这样一种品素，就可以使我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接过传承的旌旗，肩负弘扬国乐的历史使命，意气风发的少年们，带着热爱，带着责任，带着信仰，向老艺术家们致敬。经典中吸取永恒的力量，让古老乐章响彻时代殿堂。对国乐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国乐正是需要
他们的见解和年轻的国乐传承人脚踏实地的去实践去体悟。那么作为冠军战队的队长，也是我们国乐传承人之一，中原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真正的能感受到什么是一生所爱，国乐是他们一生的信仰。作为新一代的国乐手，在这个舞台上只是新的开始。什么是青春国乐人？什么是国乐传承人？在我的理解，拿起琴每一刻都是有信仰的，都是有梦的。永远有信仰，永远有梦，用你的音乐把你们的梦和信仰传递出来。谢谢中原的分享，也谢谢登台的所有国乐传承人。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国乐大典第三季亚军国乐战队，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他们这一路的历程。他们特立独行，我给我们团队的一个定义就是热血团结。用摇滚的金属颗粒赋予工商爵之语新的灵魂，奏响民乐世界的波澜壮阔。每一次让我感慨国乐的这种包容性，就可以玩得特别开。你们的表演刷新了民乐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来的那种爆破力，形成了自己一种风格，就是燃。恭喜大威天龙成为了国乐大典第三季的亚军乐团。他们的音乐既有强烈叙事感的细腻演绎，又有电影史诗般的华丽诉说。他们释放着对舞台最炙热的渴望，始终无惧且纯粹。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国乐人的这种特别好的这一面，赋予了民族音乐新的一种生命力，一种气息。他们是大威天龙战队。大家好，我是巡乐人方锦龙。从国乐大典第一季开始，我沿着丝绸之路讲述乐器的故事，一段点击量破亿的视频，带着我的琵琶展开了八方舞台。我以国乐大典携手走过了第三个年头，我遇到了他们，他们让国乐自庙堂之高又走回了江湖之中。雅和俗当然是可以共赏的，国乐也可以出圈，我们做到了，请欣赏我们的表演小拜年儿。
来自顶尖音乐学府的天之骄子迎来当打之年，我们是棒棒糖战队，爱国乐，爱舞台，爱你们，干就完了。身负盛名，头顶光环，这张名为国乐正青春的试卷，他们完美作答，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当代中国年轻一辈民乐演奏家当中的最高水平。看到的呢，实际上就是国乐的未来。在这种狂野当中能够给我们感动，真的是很难得的。中国民族音乐应该达到的那种技术的这个高度。棒棒糖必胜！一朝习琴，一生所爱，酸甜苦辣咸是他们的音乐内涵，也是他们的人生态度。那天比赛的时候，可能更希望我们一起冲到第一，这可能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他们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也创造出无数个难忘的舞台瞬间。恭喜棒棒糖战队226票最终夺得了国乐大典第三季的总决赛冠军。他们是潮流民乐的引领者，他们是棒棒糖战队。大家好，我是巡乐人唐俊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会用最专业最严格的选拔标准来打造一支顶尖水准的国乐团，我认为我做到了。这一季是最走心的一程，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要求非常严苛的人，但是他们的表现实在令我满意，令人惊艳。爱舞台，爱国乐，更爱你们。请欣赏我们的表演，《黄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骇浪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
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河之边，把中原大地切成南北两面。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5000年古国的文化在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身边蔓延，你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用你英雄的体魄成我们民族的屏障。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马上就要到春节了，棒棒糖战队，我们在一起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演奏一首有春节气氛的乐曲吧。也借着这个作品，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牛年大吉，请欣赏他们演奏的春节序曲。
谢棒棒糖战队热情的演绎。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这里送上这一首春节序曲，同时你也提前送上我们新春的祝福和问候。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用众志成城坚韧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抗疫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以挚爱赴苍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精神将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又到了一年万家灯火的时候，让我们衷心地祝愿亲爱的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说到我们的节目，在国乐传承的道路上，也有这样一群默默耕耘的领路人，他们致力于发掘国乐的金石之声，带领64位的青春乐手上下求索，不断前行。他们就是国乐召集人和4位巡乐人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是跨界音乐家吴彤老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唐俊桥老师，著名国乐艺术家方锦龙老师，著名二胡演奏家陈军老师，著名唱作人霍尊老师，掌声有请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蔡福琴。节目当中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巅峰之夜的荣耀时刻，我们将为国乐大典第3季的冠亚季军战队颁发荣耀，有请。首先有请的是季军战队弹幕战队小猫战队登场，有请国乐酒董事长、流金岁月公司常务副总熊玉国熊董来为他们授予金如意。荣耀的舞台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年轻的乐手在星辰大海中再一次扬帆起航，创造灵感、颠覆和探索，他们将不可能化为了可能。祝贺你们！接下来，我们要为亚军战队颁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大威天龙战队，有请。有请曾台为他们授予金如意。他们就像一匹烈火战马，冲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音乐道路。国乐男儿将国乐编写出最炽热的故事，感谢他们用音乐行走，让国乐的魅力在时尚的浪尖焕发光彩。祝贺你们！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国乐大典第3季的冠军战队来授予荣誉，让我们掌声有请棒棒糖战队，有请。掌声有请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蔡福清，有请蔡台为他们授予金如意。棒棒糖五种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音乐的味道，用技术征服了舞台。他们的音乐永远带着满满的正能量，是霍元甲的民族气节，也是九儿悲壮的音乐，也是新年里的满目好春光。感谢你们一季的付出，未来的国乐征程我们将继续相伴，祝贺你们。朋友们，二
2021年的阳光已经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追梦人们，他们生而有意，心有朝阳。202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吴桐老师和霍尊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唱支山歌给党听。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几经风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剩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传承经典，引领时尚，要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节目短视频战略合作平台快手 APP， 关注国乐大典官方号，收获节目精彩内容，享受最潮的国乐视频。感谢独家音乐合作伙伴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听国乐大典正版音频。打开抖音 APP 搜索国乐合伙人或国风合伙人话题，参与国乐短视频拍摄，展现国风之美，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聆听盛世国乐，看遍世界文化，外语学习就用网易有道词典。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国乐大典第三季巅峰之夜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国乐大典第三季也圆满的收官了，让我们第四季再见。国乐大典的舞台给我们
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我是一名音乐学院的教师，我能够两次来到国乐大典的舞台，是真的。我看到了这个舞台，广东卫视他在做什么事，他在为我们国乐人在做事。这一次呢，我们的国乐大典聚集了我们众多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国乐演奏家，他们以年轻人的角度不断地在尝试实践，可以把我们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弘扬更上一个台阶。传承经典，引领时尚，要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传承经典，看民族乐器诠释东方韵律。登录今日头条，搜索国乐大典，参与全民话题讨论。打开微博搜索国乐大典第三季，参与话题互动，边看边聊，超有趣。搜索微信闪萌表情小程序，获取国乐大典官方合作表情包。手机剪辑用快影，打开快影 APP， 使用国乐大典官方模板创作视频。台网微博综艺触点新闻荔枝网喜悦 TV 云视听乐听广东有线电视鼓豆 TV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酷狗短酷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哔哩哔哩喵东百科闪萌中华万年历 WiFi 万能钥匙驴火娱乐银护方咸鸭蛋生活异样飞行的大力支持。